大家应该都是曹格的女儿和儿子和熟悉了吧？还记得那可爱的姐姐 Grace 和乖巧的周吗？2014年曹格带了一对儿女去湖南台参加了《爸爸去哪儿》，让观众们熟知他们，而在里面因为他们的可爱也圈了很多的粉丝。在播出的时候，姐姐 Grace 的长相受到了很多争议，有的人觉得可爱，浓眉大眼，长得很有特色，吸引人目光，而有的觉得姐姐长得不好看，甚至有的网民吐槽说长得丑。现在4年过去了， Grace 已经7岁了，已经褪去以前的婴儿肥了，已经长得落落大方的样子，五官也逐渐张开了，相信 Grace 长大后会越来越好看，长成像妈妈一样的女人。想想姐姐 Grace 以前一委屈就稀里哗啦的哭起来，其实还是很可爱的，肉嘟嘟的脸哭起来委委屈屈的也是萌萌的，而 Joy 依旧是那么的帅气。4年过去了，身材也逐渐变壮实了，可能是经常有户外运动的原因，皮肤变得黝黑了，